团呢要帮大家介绍的是金钻琴锁，是做两个爱心的造型，然后上面有镶满了白钻这样。那戴起来呢，就是喜欢钻的女生应该会蛮喜欢这款，因为像这种手环套女生都很喜欢，因为它很轻，然后非常小巧。好，那第二款呢是这个金钻剑鱼，比起刚刚那个琴锁呢，这一款它来的比较中性一点。那它两边它就是做一个剑鱼的感觉，有没有？这边有点像羽毛，这边是一个剑。那它戴起来了，把它转过来，有没有？这个是比较简单的，就是比如说你今天穿一件白色 T 恤牛仔裤，然后配一个这个也可以，就这样出门。这一款呢是金钻花朵的手环，它这边是镶一颗钻，然后这边里面它是做一个花朵的图案这样。那它戴上去一样，就是你从旁边进去后稍微自己转一下位置，转你要的。对，这很适合可爱的女生，会很喜欢。嗯，它戴起来会是